他们非常喜欢这台水耕机。到一个东西来送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老大棍水耕机。你到丽塔跟我们聊聊看，你曾经有种过植物的经验吗？或是你喜欢种植吗？我曾经有种香料的经验，然后因为常忘记浇水，所以他们就会干枯死亡，不太成功。那 Linda 跟我们聊聊看，使用过我们这台老的棍水耕机之后，效果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呢不需要频繁的浇水，所以对我来讲种植就变得非常容易简单。用老的棍这台水耕机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？我在做料理的时候就变得很方便，因为生菜水手都可以去了。那老来棍这台水耕机，你通常用它做什么样的一个料？例如说小孩上学前的早餐三明治，那我先生喜欢吃的生菜沙拉。那你们家小朋友看到这台水耕机有什么反应？他们非常喜欢这台水耕机，因为他们可以动手去操作，然后观察到植物的生长周期。那丽塔使用过我们这台老来棍水耕机之后一段时间，你觉得最吸引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觉得它的外观简约有型，然后适合放在家里的每一个空间。那它也让种植变得很简单，容易上手。那这台水耕机你最想推荐给谁？我想要推荐给所有有在做料理的姐妹朋友们，因为它真的让我们健康安心，随手可得。